嗨，哇，特效哎！做了头发很高吗？还有晚休时间哦，那么爽，抗卷了，比较方便，不用整理，也不用戴帽子。那你还要上班啊，偷看。有人要加入我的通话，这哪有好看？这很巧，他还哭嘛？How are you, my dear? 在中山站看到了一个神社，在世外桃源。没有偷笑，我只是在骑车，听得很开心。还是没有声音吗？黄娟子在忙啦，没有，我起来路边有一个蛮舒服的地方休息一下，是桃园，有就好，有就好。有点延迟，Thank you, Philippine。特效啊，这特效超级白，怎么讲脏话？特效超级白，对，我胖了吧？应该是胖，应该是胖。美颜下。要被扣薪水。Hello from France. Hello, France. Comment ça va? Hello. 有人要打给我吗？没有没有，恩德的那个才是肌肉，我这个是肥肉。Thailand, Hi Thailand, 元气，去吧，去工作吧。Pakistan, 哇，巴基斯坦也有朋友。NYC, Hi, 马来西亚 Hi, 李静 Hi。可以啊，有人要打进来吗？Thank you.
俄罗斯是吗？航空爱，呜、哦，是 Canadian 最亲切的国人，Toronto，好多国家的人，好国际化，Korea，哎。有啊，我刚刚有跟黄娟子讲过电话，她在工作。Hi from Japan。Hi，韩文看不懂，学一下。啊，桃园你好，新加坡嗨。Come to India someday, please. 谢谢印度朋友。北北可以学孙伯祥语气打招呼吗？孙伯祥语气不就这样？不就跟我本人一样？Hello from 长沙。Ti amo. You can say ti amo. Ti amo 是法文吗？还是西班牙文。教我韩文哦，这么好。教我日文，教我很中二的日文。教我放招。教我 JoJo 里面的日文，好不好？教我讲花京院点名，有没有人会啊？提阿姆是西班牙文，Buenos tardes。Encantado de conocer。Conocido。哦，就打了。Hola, México. Hola. Kakyo. Oh, Kakyo. 没关系。Hola. 我会很多语言嘛，因为我爱看电影，可是我都只会一点点。绕口令，绕口令。我台语好吗？无讲介顺，哎，无讲就好。大丈夫，来救！呀嘞呀的，Oh my 哇，もう死んでいる。哇，中文。你会台语，还在排，你还在排队。其实俊智现在在试镜，还是你们要去看他，去帮他加油打气。哪里？为什么鞋子好湿？Nuna 哦，Nuna 是姐姐的意思。Nuna，我生日快到了，对呀，快到了，还好我没什么在过生日。苦难日，苦难日。
听懂神拳吗？我看一点点，觉得权四郎很帅。刚把舅舅的动画看完，觉得，然后现在又回去看 Rick and Morty， 然后最近又看了太空部队，也蛮好看的，我很喜欢那个演员演。镜头太近，有帅到我。那再近一点，这样，这样会太近吗？哦，舅舅真的很好看哦。高雄，看之后有没有机会，应该还是会去拍照再跟大家讲。Ask Sean， 皮肤很差，长痘痘。Can you speak English？ No， I can't。对啊， Rick and Morty 出第四季，好看，充满人生哲理的一部卡通，喜欢。很可惜不知道会不会有继续有下一集。很多人都快下班啦，日本语的自我介绍，之前 ID 只有学那个日本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ウィルさんです。ウィルさんです。今天休息。好啊，大家快去吃晚餐吧。太阳下山了，夕阳没了，我要去吃饭。还在上班。在公司蹲直播，正准备去上班。Can you say hi to your Philippine fans? Hi, Philippine fans. 在家办公，当薪水小偷中。晚餐吃什么？不知道。有什么吃什么？节俭，朴实无华。玩动森，我也好想玩动森，好可爱。我看朋友玩也不禁觉得，哎，实在是有点想玩。表面长一个痘痘。抽什么牌的烟？我不抽烟，不喜欢烟，也没有啦，就是不抽。客家本性，对，我是客家人，非常节俭的客家人。不要再说客家人节俭了，他们是不会买单的。客家话不会讲，丢脸。好啦，我要把客家话学起来，有点可惜，因为家里就除了我
我爷爷以前会讲，可是爷爷已经过世了，就不太会讲。客家话，讲台语是要讲啥啊？谁都会客家话的吃饭，好不好？全世界都会，每个人都只会吃薄美。哪里的客家人？中部的。环境对语言很重要，是。是听不是讲啊。哦，爱吃客家小炒，客家小炒 ，goddamn 好吃。想听台语歌，什么台语歌呢？最后一支烟，我就要来离开。佚佗无聊时，烟火是啥滋味？我不是无爱你。看袂到家己，后面给黄俊志接。我还有粤语哦，粤语诶，粤语怎么讲？敢听哦？沿海里看小表哥。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女神，一刹那风范。会哦，黄俊志很会唱台语歌，我们两个歌路同一挂。往歌手方面，没有很好听。有人赖我了。说是的歌，海阔天空。没有，唱歌跟讲话的台语会不一样，唱歌会比较顺，讲就很难。Korea song， 미안해미안해하지마。내가초롱해지잖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需要求也多伤好戏中过情关咪咪吧，好啦，去吃饭了，我去吃饭了。用什么语言都说的吗？尽量啦，对不对？国际化的社会嘛，这样不能聊天怎么可以呢 ？Hi from Canada。都是老歌，我偏老。灵魂偏老，跟我说拜拜，拜拜。孩子，我开始 Peggy 说话了。Peggy 是来自香港的粉丝，他说话了。他说我的粤语非常不标准。怎么感觉比在台上唱歌好？因为不知道不习惯用麦吧。Say hi to Indu, please. Hi. 巧 ，Hey Italy. 我要去吃饭啦。拜拜。
See ya.